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各个所缘各个三昧方便门各个修习助道法各个成就各个欢喜各个屈辱各个误解诸法门各个若如来神通境界各个若如来力境界各个若如来解脱门入于慈华藏世界海十方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海中悉已入时前边所说这个各个的世主一一的世主各个信解那么现在各个所缘那么信解了就各个呢都依照他自己这种的因缘来修行各个三昧方便门每一个世主啊都修他自己所修的这种三昧的方便门各个修习助道法每一位世主每一个世界的广都修习啊他自己所修习的这个助道法助道法就是啊做一切的善事用这个善功德来帮助修道各个成就那么他们既然每一个自己修他所修的这个法门而每一个世主他也成就他自己所应该成就的每一个世主有欢喜就生大欢喜他们成就了就生欢喜了有每一个世主他们屈辱啊屈辱就是啊更加深入他们这个所修的法门各个误解那么他们各个呀深入了屈辱他所修的这个法门然后啊个人呢都误解了误解他们所修的这个一切的诸法门都明了了各个入如来境界啊每一个世主啊所修得的这种的果位啊啊这种神通妙用啊都入到如来的境界啊明白如来的境界了各个入如来的智如来力境界力境界就是啊如来的智慧力的这个境界各个入如来解脱门啊那么最后都入啊入于这个如来这个解脱门了这个解脱门也就是啊佛的断德啊断一切的烦恼了
啊，得到解脱了。入于此华藏世界海啊，也就是在这个华藏世界海十方尽法界，十方啊，尽法界，所有的这个法界虚空界，所有这个虚空的界，一切世界海中所有啊，那么尽法界虚空界啊，十方一切世界海中悉已入世啊，通通都是像这个样子，每一个世界啊，等着世主行供养云，然后啊，所有的世主又都啊入如来这个解脱门啊，都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世界都是这样子。为宝藏灵文，华严海会宝藏灵文，大千经卷亦微尘，透出在当人，花雨缤纷法界普熏闻。这是啊，赞叹这一卷呢《华严经》的一个赞。华严海会说，这个《华严经》啊，这个海会是无穷无尽的宝藏灵文，这个经啊是宝藏又是灵文，你无论你谁念它，就有啊念它的这种功德和利益，功不唐捐，一定啊会有好处的。宝藏灵文，大千经卷亦微尘，这个经卷呢好像大千世界那么大，在一粒微尘里装着呢，装到一粒微尘里头了，剖出在当人啊，剖啊就是啊，好像这一粒微尘，你拿个刀啊把这一粒微尘隔开了，把这个大千经卷呢啊现出来了。在当人，这个在谁呢？就在你自己，你自己呀、啊、要是有这种的本事，能把这个一粒微尘啊把它开开，你就啊明白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道理了。花雨缤纷，你要能这个样子，这花雨天上啊雨曼陀罗花啊缤纷而下，就像那个拜大悲忏呢说天雨宝花缤纷而下啊，这也就是天雨宝花缤纷而下。法界普熏闻，这个法界一切众生啊啊普遍都啊令这个华严经的这种法味啊，这种的功德来熏呢都闻到了。那么所以啊，这些法界，法界不是法界闻呢、啊、是一切众生闻。那法界它是一个没有什么性的，是个地方，所以啊法界里边的众生都普遍熏闻了。这一卷呢华严经又讲完了，这是在我这个本子上是第五卷。如来现象品第二，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在《金刚经》上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以无所去，故名如来。那么又有一个意思是称入实之道，来成正脚。什么叫如实之道？如实也就是一个
一真法界的真理来成正角，得到这个真理了，那么又有了大的角悟，来成正角。正角也就是佛，所以啊，要称如实之道来成正角，这也是如来的一个讲法。又者这如啊，就是一个诸法的本体，一切法呀都是如，来就是法的用，这个从体起用，所以叫如来现象。那么佛呢，本来是无相，那么无相为什么有现象？佛是无相，为什么有现象？因为要教化众生，所以呀，在无相之中而现呢这个相。现出来的是什么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啊。那么这一品里边的意思，所讲的道理，啊，都是啊，说如来怎么样现象这个道理，在这个《华严经》里边，这一品呢。是第二品，文当第二品，所以叫如来现象品第二。方才所讲这个道理，那么有人听见了这个道理，还没有明白，还不知道啊，怎么叫如来？对于这如来这个名义，还是不懂。所以呀，再把它说一说，这个如就是一个静，来就是个动。在这个华严经的境界是动静一如，动静不二，这也就是如来。动不爱静，静不爱动，互相无碍，这就是如来。又者这个如就是一个理，真正的离体，来就是事相，如是无所表的，来是有所表的，所以这也就是事不爱理，理不爱事，事理圆融无碍。那么这个如来方才没说吗？就是佛的十号之一，佛的十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横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佛的十号之一。那么现在这个如来现象，就是啊佛出成道的时候和
这个法会的大众啊，来现出这个佛啊大威神力，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啊，要叫如来现象品。第二，尔时诸菩萨及一切世间主作事思维。云何是诸佛地？尔时，就是当儿之时，就是啊，如来现象品。佛说如来现象品这个时候，有的法师就故神其说，把这个经啊讲的有一定的讲法，好像啊把这个佛经用一条绳子把它绑到一起了，不能呢变动。你旁人呢要不照他那个讲法讲啊，不把它绑得紧紧的，他就说不对了。其实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无有定法。那么有的法师啊，他故意啊去批评其他人的不对，所以啊啊表示他自己呀、啊、知道的多。我讲经呢，我因为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知道的很少的，所以不批评其他的人。总而言之啊，这个讲经要把这个经讲的活动起来，这个道理呀、啊、说的清楚了，那么教的与这个经义相合，这就是可以的。不一定要根据某一个人讲的。我现在给你们讲，你们将来要明白经典的道理了，你们可以呀、啊，不一定照着我这个所说的这么讲，可以呀、啊，根据你们自己所悟到的那个道理去讲去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儿时啊，当儿之时啊，这个妙境呢在这儿的时候，我这么讲，他到了上边呢就对我讲说这是讲错了。哎，我说讲错了是我讲的，你不要讲错就得了嘛。完了，他没有话讲了，这就是故意呀、啊，宣示自己哦，我懂啊。这要是遇到果户呢，虽然他滑头，但是他也就没有话讲了。那么，我当时给他这一棒子打的，没有话讲了。哎，我说讲错，我讲，他也并不是讲错，他就故意呀、啊，这么样子来，好像我知道的。啊，多是的，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各位将来到外边讲经说法，不要听他的法师多数愿意批评人，你讲的再对，他也要说你的不对。你们美国将来不要学这一套这坏习气，啊，啊，现在啊，你们有的多少的学到了，学到什么呢？学到翻译经典。你说我的不对，我说你的不对啊，你那个不好，我这个翻译的好啊，都是求名求利的心啊。有你翻译怎么叫好，人翻译的怎么叫不好啊？你翻译的好，你不就往好了翻译了吗？人家翻译的不好，慢慢也会好了吗？啊，这都是啊，就是中国这种坏习气。坏习气就是啊，
总想啊把自己这个名啊弄得大一点高一点，别人家都明白啊，这完全是错了。你翻译经典，不管谁说我好不好啊，我行我素，我就是这样子嘛。我翻译，我想我是想希望往好了翻译，但是我的智慧没有那么大，我只可以翻译这样子，那就可啊，我尽上我的心了啊，我对佛法对佛教只能尽上我这么多多的力量，我就尽我这么多多啊，不必啊被人家说一声好啊高兴得不得了，被人说一声不好啊就生了烦恼了啊。不要被这个境界转，这就是如来，你被这个境界转了，那就不是如来了。所以现在讲这个如来，咱们这个如来呀，谁谁都有的啊，你能以不为一切所动就如了啊，你能以时时都工作这就来了啊，这个是这都是变化的。所以啊这个儿时是哪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候，不必说那个时候，不必说是啊佛说经那个时候，哎，我们现在讲的华严经呢，就是这个时候了吗？你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与这个时候有什么分别啊？俺们现在也讲华严经呢，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啊，哎，不论他哪一个法师再来说你讲，那你这么讲不对的，那你就讲你那个对的嘛。诸菩萨，诸菩萨是谁呢？啊，或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个，这都是诸菩萨啊，你也是诸菩萨，我也是诸菩萨啊。诸菩萨就是我们这里边一定有一个菩萨啊，也或者一定有很多菩萨，这都没有一定的啊，对不对啊？说我相信我们这儿没有菩萨啊，那我相信我们这儿很多菩萨，哎，不过你们不认识而已。诸菩萨，即一切世间主，和这个所有的世间主，世间主，就是啊，这个国王啊、总统啊，这都世间主。可是我们的现在法会这真没有，哎，或者将来会有。做事思维啊，就都这么想了。做事思维，这一切的菩萨和所有的世主，大家就都啊生出一种啊念，这种念也又叫思维，就都这么想了。想什么呢？想这个佛的境界，要不然这如来怎么现象？就因为他们这个啊，都生出一种啊思维的想念。想念什么呢？他们就说了，云何是诸佛地？什么叫诸佛地呢？你看这一切的大菩萨，一切的世主都是最聪明的，他们都不明白这个佛地，都要啊来参一参，来想一想，来思维一下，云何是诸佛地呢？啊，就好像我们那个参禅的时候参这个念佛是谁是一样的。云何是诸佛地？
怎么样子是诸佛地呢？这个佛地能生一切的菩萨，能生一切的恶罗汉，能生一切的众生。这个一切的众生都是由佛地生出来的，一切的恶罗汉都是从佛地生出来的，一切的大菩萨也是都从佛地生出来的。不但一切大菩萨是从佛地生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也是都从佛地生出来的。这个佛地是一切圣贤所依止的地，是一切圣贤所行的地。那么佛地是福智具足的地，福也圆满，慧也圆满，才能登到这个佛地。可是虽然这样说，这一切的大菩萨和一切的世主啊，都不明白这个佛地的境界。我们现在讲这个佛地，只是能说一点点，究竟这个佛地呀，那是妙不可言的。那么现在云何就是这一切的菩萨和世主来呀，打这种的妄想，来想要知道怎么样叫佛地。那么现在讲这个大概呀，后边还会有详细的解释。在这个讲经的时候啊，就不讲经，打会议。因为新加坡有一个人呢，他要皈依，在明天呢这个时候来举行皈依的仪式。在礼拜天呢，这个例句恐怕都是要到1点钟能开始，因为我们礼拜天呢到乌克兰去，有一点事情。这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呢，又要开一个图书馆，因为在维弗利那儿他开这个图书馆，他要是有钱赚，所以到乌克兰那儿去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呢。又要耍狮子，他要是他们做了一个新的狮子，这Lion Dance。 这个狮子呢眼没有眼睛，人家那天呢给他点眼睛，可以啊，那么请我们去到那给他点这个眼睛，要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要回来会得稍微晚一点，那么相信1点钟都会回来。还有这个礼拜天呢，晚间这个例句也这个有旁人来讲，那天呢晚间不知果真来不来，来就叫他讲好了，来给他一个机会讲，因为平时他也不来，那天就叫他愿意讲什么讲什么好了。我那天晚间呢还有点旁的事情，所以不能讲清。云何是诸佛境界？现在这是一切的菩萨他想知道什么是佛的境界。
你说什么是佛的境界？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佛的境界。咱们这个要大家来讲。道人欲是佛境界，当净其意入虚空。这个佛的境界就是虚空。你看虚空是什么样啊？佛的境界就是什么样。那么虚空是没有，佛的境界也没有。你认为虚空是什么样子，那个佛的境界就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说绕人欲是佛境界，你要想知道佛的境界，当尽其意入虚空。你要把你这个意念清净了，好像虚空似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它什么都有啊。虽然是虚空，但是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都在这个虚空里头含藏着。所以说这个佛的境界也就是没有境界，没有境界才是真正的境界。为什么说没有境界呢？你不是一样的境界啊，它是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那么你要都说出来是说不完了，只可以说是没有境界，像虚空似的。那虚空里头包含一切，没有任何的东西跑到虚空外面去。所以啊，也没有任何的境界能超出佛的境界去。佛的境界就是虚空包罗万有，所有这一切一切的都在这个佛的境界里头来。所以说啊，乃至境界无境界，境界也没有了境界了，这就是佛的境界。那么在那个注解上有十种的佛的境界，不过呢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就是研究去啊。我现在给你们讲的就是没有什么境界，佛境界其实没有什么境界的啊。扫一切法，离一切相，把一切法都扫除了，没有了，一切相也都离开了，就像虚空一样。运河是诸佛加持，谁再讲一讲这个诸佛加持？讲一讲吗？谁都可以讲。要吃稀的，不要吃干的，头痛吗？够十四天就可以了。加佛加持，我告诉你啊，现在你不头痛的时候就是佛加持你，没有饿死你。现在呀、这个要吃东西了，佛就不加持你了，就头痛了，是不是这样？是诸佛加持。这个佛加持啊，咱们所有众生现在这儿啊，都是被佛呀来加持的。佛加持咱们，令俺们菩提心相续；佛加持咱们，令俺们不忘失菩提心；佛加持咱们，令我们时时都发菩提心；佛加持我们，一切的如意吉祥。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佛的加持。这个佛加持我们，不过我们众生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个佛的法身里边受佛呀这个法的熏，俺们自己不知道。那么你要是能修行正果了，就知道所有一切都是得到佛的加持。你或者开了五眼了，你也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佛的加持。
不但我们人一切众生受佛的加持，就一切这个草木无情啊土石都是被佛的加持的。这种佛的加持力量是也是尽虚空遍法界不能说得完的，说不完的。那么所有一切一切都是得到佛的加持。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举出来一个公案证明啊，这是得到佛的加持。这公案是啊，当初佛在世的时候到这一个城市里边，叫占婆城。占就是果占的占，婆就是娑婆诃那个婆，占婆城。这个城里头啊有一个大富长者，很有钱的又很有地位的，可是啊就没有儿子，所以啊他就供养有六个师父。这个六个师父啊都是当时的外道的这个师父。为什么他供养这个六个师父呢？就因为啊他想要求儿子，天天呢恭敬供养礼拜这六师六个师父，对这个六师父啊就要儿子啊。这六个师父啊也不知道哪一个师父就显了神通，那么他这个太太呢就有了孕了，就有小孩子了。有小孩子啊，这个大富长者啊也是什么事情他就不知足，得寸进尺，得寸得这么一寸啊，问前想就想求一尺啊。那么他就啊很高兴的告诉这个六个师父说啊，师父你知道吗，我太太有了小孩子了，但是你算一算我这个太太这小孩子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呢。这六个师父一看他这个像啊，说你呀、啊、你生这个是个女孩子是个女的啊。他一听说是个女的又忧愁起来了，愁得不得了啊，说这生个男孩子可以继承我的家业，这女孩子我这个财产也不能交给她，这我这么多财产这怎么办呢，就忧愁得不得了忧愁不得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善知识啊到他家里来了，来了俺们就问他说你做什么这么忧愁啊，他就说了说哎，我年龄这么大了想要求一个儿子，那么结果呀这个太太怀孕有小孩子，肚里头的小孩子这六个师父说是个女的，我这么多财产将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很忧愁的。你看没有儿子求儿子，有小孩子了又因为是个女的又忧愁了啊，这真是求不得苦。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善知识啊就赞叹佛说，佛呀什么都知道，你去问佛去喽，你这个六师回着说的不对的啊。那么他就去问佛，是问他那个太太是个男孩子是个女孩子，佛说啊决定是个男孩子，决定是个男的啊，不单是男的而且还相貌端严非常的好啊。这回去你说这个真是个老无知的人，这个大富长者啊是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回去他又告诉六师了，他六个师父了，说我去问佛，佛说我这个小孩子是个男孩子，
那决定是男孩子，他保证是个男孩子，不会是女的。那么你们给我相面，说我一定没有儿子，生个女孩子，那这回你们就变成不灵了。说的话，这六师一听就生大妒忌啊，你这个俯卧说他是男孩子，好，我叫你连男孩子的女孩子都没有。于是乎就弄一个那么罗果，那么罗果就给他弄碎了，里头掺上毒药，叫这个长者拿回去给他太太吃，说你把这叫你太太把这个吃了啊，女的也会变成男的，并且还端严相好，相貌也非常美丽，你快拿回去了，拿回去给你太太吃了。哦，这个长者拿回去给他太太就吃了，一吃即可就死了，即可就死了，你看男的女的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拿去烧了，这个长者把他太太拿去烧了，但是佛知道这个事情，佛知道这个六师把这个把他太太给毒死了，佛就来了。佛来了，这个长者就说：“你佛说不打王宇，是你说他是个男孩子，那么现在死了，连女孩子都没有了啊，这怎么办？啊，你讲话也不对呀。”然后佛就说：“佛说你问我是男女，你没有问我你这个太太活多大年纪呀？”啊，虽然是这样，他现在死了，但是我保证啊，还是有一个小孩子，你还是一个男孩子，啊，你不信，那么就你看看，睁着一看，那火烧的把这个女人肚皮就烧爆开了，爆开就有个小孩子啊，坐到那个火里头，啊，坐到那火里头，很这个好玩的，在那个地方很自然的。佛就告诉他说：“你快去把他抱出来了。”跟这个六师就说：“不要抱，啊，制止叫他不要抱。”跟这个长者一看，这有小孩子了，这你叫我不要抱也不行。那么于是乎，他说：“哦，佛叫我下火汤地狱，火汤都会得到清凉的，何况这个不要紧的，凡间的火根本就没有问题。”啊，他到那地方就把这小孩子抱出来了，小孩子抱出来了。啊，那么抱回来就把这小孩子交给佛啊，这是佛加持他这个小孩子，虽然他母亲被毒药毒死了，那么用火来烧也烧不死这个小孩子啊，这就是佛的加持，佛力加持。在佛接过这个小孩子，然后啊，就说所有的众生的生命啊，就好像那水里的那个水泡沫一样，是无常的。那么现在这个小孩子，他火烧不死他，他是他自己以前呢所造的不怕火这种的果报，所以火也烧不死他。那么这个长者呢，就请佛给他起个名字，给这小孩子起个名字。佛啊，说这小孩子火烧不死他，给他起个名字就叫火好了。啊，这火呀，在梵语叫树蹄啊，那么给这个小孩子起名字就叫树蹄。那么这个呢，就证明佛呀，一半是佛加持的力量，一半呢也是他自己所修的不怕火这种果报。云何是诸佛所行，一切的菩萨都想要知道怎么样是佛所修行，也就是佛所做的。
佛的所行所作是什么呢？都想要知道，所以才说云何是诸佛所行。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教化众生，令众生啊齐成佛道。那么诸佛所行所作是恰到好处，也不会多也不会少，所作是正好。所以啊，这才和一切众生的所行不同。那么一切诸佛他成正脚的时候，也不会前也不会后，恰在应该成正脚这个时候他就成正脚了。这叫啊一切诸佛成正脚不失时，不会啊错过那个机会。又有第二个不失时，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一切诸佛呀成熟有缘不失时。那么成熟就是啊一切众生一定成熟了，要得到解脱了，那么佛啊恰在这个时候来度脱这个众生，令他成熟了，令他得到解脱了。可是要有缘的众生，要啊没有缘的众生要等到这个缘熟了再来度。这是第二个一切诸佛成熟有缘呢不失时。第三个不失时是啊一切诸佛给众生啊受菩提记的时候不失时。受菩提记是啊如于什么时候应该做佛了，你的世界叫什么名字，你的佛叫什么名字，你的劫叫什么名字，那么给受菩提记不失时。第四个不失时是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能啊随众生的心示现种种的神力不失时，不失去啊这个时候。第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能以啊随众生的解看众生啊他能明白多少就叫他明白多少，能以啊示现佛身，示现这个佛身不失时。第五第六种不失时是什么呢？住于大舍，一切诸佛呀他呀都住于大舍，无论什么他都能舍，无论什么他都能放得下，不会呀有一种贪心，有一种坚吝舍不得，他住于大舍不失时。那么第七
一切的诸佛，他入诸聚落不是时，聚落就是啊，一切的城市，他到哪个城市，他应该去的时候他就去了，不会呀、啊，啊，不应该去的时候他去了，应该去的时候他又不去，嗯、啊，入诸聚落。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去，它也恰到好处。第八，这个一切诸佛呀，他摄化众生，摄化这一切众生的时候，也是不会错过这个正好的时候。第九，他能啊调阿众生，调伏一切的十恶不善的众生，也不会错过那个应该调伏的时候。第十，他能啊现不可思议诸佛的神通，不施时，也是啊，恰在这个时候应该现的时候他就现。他有这种啊十种啊。不失时的这种行为，所以啊，这是诸佛的所行，简要的说法，要是详细说，这是无穷无尽的。云何是诸佛力？一切菩萨越想啊，怎么叫这个是诸佛的力呢？这诸佛的力就是啊，诸佛的力量。前边已经讲过，哎呀，实力。那么这个佛的力量啊，是无量无边的，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也是啊，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佛的力量。佛有广大的力，既广又大，这个力量，这是第一个力，佛的力量，诸佛的力量。第二，一切诸佛又有最上的力量，没有再比他稍上，有这种力量。第三，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有无量力，力量啊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第四，这个佛呀在因地中修福修慧，所以呀、啊，他有大威德力。这种威德力呀、啊，就是在以前所修行得来的，有大威德力。这是第四了。第五，一切诸佛。所有的佛都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叫难怀力，叫难得的力量，不容易得的这种力量。第六，这个力量叫什么呢？叫不退力，它不退菩提啊，至往前精进，不往后退，这叫不退的力量。修行啊，向前修，不向后退。第六，第七呢，它有一股坚固力，坚固的力量。第八，它有一个力量叫不可坏力，啊，你不能坏它，没有法子坏得了的这个力量。第九，是一切世间
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一切世间所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佛都有。第十是一切众生无能动力，不能动，一切众生呢都没有法子摇动这种力量。那么这是啊，这个华严经上的意思。我所讲的，我因为现在没有看这个注解，有的时候回头会讲错了，你们再看一看那个华严疏钞，我所讲的这都是我凭着一种记忆力来记下来，给你们讲一个大概。你们要愿意详细知道，就又要我自己把它研究一下。那么俺们讲这华严经啊，你们认识中文的人最好都把它在没讲之前看它一遍，那么在我讲了你们就都会知道了。你要不看，你要那么个华严疏钞又有什么用呢？没讲之前看，讲之后又看，在这个忙里偷闲呢，能把这华严经研究明白了，这是啊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这个疏钞上又说出来有十种的力量，这十种力量就是这个佛呀，生命有不可坏的力量。第二，在佛这个毛孔上，就在每一根毛上互相能融持啊其他世界，其他的世界都在佛这个毛孔里边现出来，互相融持，有这种力量。第三呢，佛这个毛啊，每一根毛可以呀、在那个毫毛端上啊现出一个大山来，这叫毛持大山力。第四，定用自在力，它这个在定里边呢有一种呢妙用。什么妙用呢？很自在的这种妙用第五是这个常变演法力，这个时时刻刻它的遍满一切世界去演说这不可思议的妙法，有这种力量。第六，他有啊这个德相降魔力，他这个相呢魔王一见着他也就都降服了，德相降魔力。这第六。第七是原因辨彻力，佛说的法呀，这个音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都能闻到，这叫原因辨彻力。第八，这个心无障碍力，这个心呢没有一切的障碍了，佛有这种力量。第八。第九呢，法身微密力，这个法身呢有一种微密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的力量。第十是具足行智力，具足修行啊这种智慧的力量，要有这么十种力量。